人生中总是有很多第一次的事情，第一次接吻也是让人刻骨铭心的。小情侣之间发展到一定程度，总会发生点肢体的触碰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的接吻感受吗？我特地在网上做了一个关于第一次接吻是种怎样的体验的调查，看看网友是什么说的。一点资讯，第一次亲嘴，接吻是怎样的感觉？网友，单身狗的我竟然很喜欢看 www.yidanzixun.com 网友，第一次和初恋男友接吻，他有经验，我没经验，刚开始还好，软软的碰在一起，头立马晕了，然后我太笨，牙齿碰到了，感觉好尴尬，不知道该不该继续。分开后他教我该怎么做，又吻了一次，好多了，整个人飘乎乎的，哈哈哈。一点资讯，第一次亲嘴，接吻是怎样的感觉？网友，单身狗的我竟然很喜欢看 www.yidanzixun.com 网友，被强吻，了解一下。最特么可气又搞笑的是，当时嘴上火了，起了一个大泡泡，被强吻之后发现没有了，第二天发现的。一点资讯，第一次亲嘴，接吻是怎样的感觉？网友，单身狗的我竟然很喜欢看 www.yidanzixun.com 网友，15岁没了，被16岁的老手强行了，都是去玩的朋友，突然就亲过来，一脸懵逼，挣脱不开，朋友们在一边起哄，勒着我亲了半个钟，亲完就和我表白，第一次谈没经验，傻乎乎就答应了。话说初恋那时候很帅，差不多175，我才153，亲完我的脖子抽筋了，抽筋了，亲完后我哭了，哭了，他一直道歉，后来和他谈了几个月，也就是单纯的接我上下学。现在十年过去了，我们各自有了孩子，还联系着。一点资讯，第一次亲嘴，接吻是怎样的感觉？网友，单身狗的我竟然很喜欢看 www.yidanzixun.com 网友，到现在都没忘那时候在车上，又害羞又害怕，亲上的时候感觉嘴唇特别软。一点资讯，第一次亲嘴，接吻是怎样的感觉？网友，单身狗的我竟然很喜欢看 www.yidanzixun.com 网友，以前以为接吻是嘴贴嘴，真被吻的时候竟然舌头都伸嘴里来了，那瞬间觉得好恶心。一点资讯，第一次亲嘴，接吻是怎样的感觉？网友，单身狗的我竟然很喜欢看 www.yidanzixun.com 网友，第一次感觉女孩嘴香，和她的口水一起在嘴里搅拌，感觉还不错，像吃巧克力。我是直接说香亲亲，人家女孩就让亲，好甜蜜，心跳加速，亲完还有女孩的嘴唇香味，回味无穷。如果想亲女孩就不要怕，大方的享受嘴唇带来的先天甜蜜感，才能体会闭眼或者亲不够半分钟，说明你不知道接吻感觉，最好一分到二分还可以。今日话题，第一次接吻是种怎样的体验？欢迎在留言区讨论，猜你喜欢。